爽老师啊、哦，肖战、王一博、易烊千玺和何广智，你会选择谁？有的可以做儿子啊，有的可以做老公啊，有的可以做备胎啊。就说了三个有的，还有一个说有的可以做司机啊，第四个是这个。所有人都在传我怀孕了，听说是 Rock， 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了。然后那个架势，我觉得哪怕我今天得的是一个结石，这个结石取出来了，都会被他们强制的命名为小 Rock。 我和王建国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，我妈也知道了。我妈说那咋的，咱东北多好啊，地大物又博，还有王建国。你太让人上头了。